近日，唐人电影在官方微博发声明，对近日公司艺人娜扎被诋毁、诽谤的言论做出回应，称某微博账号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基础上，用侮辱性的言语对古力娜扎进行散布诽谤言论，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娜扎的合法权益。对于博主的此种行为，唐人公司令其在11月24日之前删除、取消链接等任何方式的负面信息，并通过微博平台公开道歉，消除影响。此外，还将保留并追究法律责任，通过合法途径追究此等网络暴力行径，维护艺人正当权利。